我们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同期比较，如何做到同期比较统计分析？例如说2020年1月跟2019年1月损益分析，这个就叫同期比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同期比较，就是两个不同年，而且有先后顺序的两年，然后各月的比较。所以请问我的轴是不是月份？那我的轴既然是月份的话，接下来我就希望呈现折线图，方便去做两个月份的比较。我比的是利润，那我们现在来做利润同期比较。一，订单资料表的任何一格点一下。二，插入。三，枢纽分析表。四，确定。五，订单日期。六，利润。七，把列里面的年搬到列栏位，改成栏位。九，画折线图，因为折线图比较容易做比较。十，请把第一季这个加打开。十一，请把年只要勾2015、2016，确定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同期比较。